鸡蛋糕，好可爱哦。徐老三最近一直逼我帮他排行程，他想要去什么也真的可爱的店，可以排进去。你可以叫店家拼一下你女儿的名字，许美女，许美女，哇，那以后我就狠的走在他面前，而且你还要把他拍照记录下来，以后都给他看。一定要，那你那个饮料杯先借我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你就放一点红酒在里面。对对，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惜地。